下都在笑，阿基斯他没有笑，因为阿基斯要吃的啦，阿基斯有钱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要受影响啊！我相信你可以开始。没切断，劈腿的。我们大概练到第三次就会了。练到第三次的时候，剩下六只手指头。我们应该直接从手切下。他进兵的啦，谁说我剩六只？他进兵的啊！一点蛋进来先抓，对，调点盐给它有味道。盐一点啊，好，把盐搁加两千升的啊，好虾啊较 Q 啦。好。味道抓好之后才下玉米粉。对。就把水锅拿走。是。来不及。虾汤也是这个节目在介绍的，然后现在开始有些人做这个菜，你知道有虾仁，它就不会浪费那个壳啊。对，葱绿、葱白要分开用吗？葱白炒鸡丁的。葱白炒鸡丁。好，今天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再跟广大所有人民群众，一些想学做菜却不懂怎么用油的朋友分享一下。哦，好的。今天呢，善于用油，似乎对这个菜是有帮助的。没错。一般呢，民众呢很怕用油，总觉得说，啊，也有人直接跟我批评了，提到说怎么我们做菜动不动就喜欢那么多油。可是呢，中餐用油做媒介，西餐的话他喜欢享受原味，就是烤。那么不管烤也好，用油也好，无外乎就是利用油的导热哈。那么热以后它的稳定度比较大。稳定度比较大，你才能够锁住食材应该有的原味跟鲜味了。好，那你其实对于油掌控的时机，你抓对了以后，其实它是很健康的。啊，两道菜都用辣椒来提色吗？哎，提色，对。哇，西哥你对了，西哥。哇，这样切好方便哦。对啊。好快哦。也有人问我说虾汤要熬到什么程度，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说。哎，把味道拿出来就 OK 啦。那它越久是不是越浓呢？可是问题是你熬过久的时候，色泽就没那么好看啦。白罗，白罗啦，那白罗吗？其实把味道提到的功能就可以了。来了。所以刚才西哥这边的大小切得很好，对，非常好。这做羹的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免烦恼，你即马把沙子剁掉，伊的低温还搁伫个内底，伊袂讲安尼，因为你沙伊翻面都袂甜啊。把不自然的甜先弄掉。对，不能够说水没滚就倒出来，一定要油滚哈。水一定要滚。你水没滚的话，跟油没滚一样的道理，里面是吃水的。好好。他现在干什么？啊，我再下一点全蛋。哇哦。下点酱油吗？一点点。哇哦。一点点的糖。酱油、盐、糖、蛋清这样子。对，全蛋不必蛋清。叠鸡的时阵。叠鸡的时阵。你唔同我表露啦。时阵底下个流开，是哩，还未结桂圆，嘿，才未结桂圆，结桂圆啊，水，好嘞，那现在倒出来啊，倒出来，哇，还是嫩的，漂亮，嫩的，不碎哦。那现在呢，就把爆香料的放进来。小葱段，先处理哪道菜？先处理鸡丁啊，因为鸡丁耐摆。那么虾子，哦，虾不耐摆，对，虾不耐摆。葱姜蒜辣椒都下来了，对，没错。好，先炒玉米。好，过好油的鸡丁，
趁着鸡丁过好油，它有热度嘛，你就赶快掌控这个热度了。你去炒它的时候，比较有香味啊。那么放一点点我们熬的虾汤。哦，对，再放虾汤。可以。好好用。只是提味而已啊。来，小兰姐。有放。哇，哎，对对对，厉害。今后。炒熟鸡丁渗出来的水分呢，让玉米颗粒吸收。玉米颗粒一吸收的时候，看一下锅底啊，没有水分残留，出油了，就表示这个菜完成。完成。啊，就可以盛盘了。对。好，那现在接着哈，这个虾片的温度呢，其实跟那个是完全一样的。啊，你这么一进来下锅以后，6秒钟起锅。啊，这么快。你说会用油快不快？煮任何一道菜都快很多，嗯，它的原味都在，而且非常的 Q 弹。你说会用油快不快？煮任何一道菜都快很多，嗯，它的原味都在，而且非常的 Q 弹啊。那么接着下来了，我们把这些爆香料进来。这样子才3-4分熟，放了等了它又变得5-6分熟。好，那么豌豆片进来，稍微炒一下啊。那么完了以后就把出来的虾汤。用虾汤来煨它，哎，把它煨熟，放一点仔盐吼，火淋到一点仔盐就足甜的了。那现在啊，很均匀的，整个豆仁的皮表呢都杀了青了。来，把过好油的虾进来。有没有用拌？用一点点的虾汤。它抓点薄芡。哎，一点点。勾芡的。一点点，薄薄的就好，一点点。就为了亮啊，能亮。好，滴几滴的香油。哦，香油。嗯。第二道菜，豌豆炒虾仁也完成了。哦，非常好。